谭耀文阿谭演儿歌子唱，角色多变，亦中亦邪。最近在新片《L 风暴》中演绎幕后洗黑钱集团主脑，气势震慑全场。阿谭过往曾演过不少反派角色，对他而言，角色不只分中间，最重要是有发挥。但他最想演的反而是贴近社会题材的电影，也希望一场演小人物的滋味。阿谭表示，今次拍《L 风暴》很开心，导演找他演一个根据真实的人物去写的角色，可以让他解禁。他说，这次的角色有很多发挥以及高低跌宕的情绪，演反派对阿谭来说可谓手到拿来。他说，其实技术上不是难，始终功多一熟，但我追求的是演每个人物都要有不同的气质，技术可重复，但改变气质最难，我不想千篇一律，这是自己一直谨守追求了。其中一场在街头的枪战戏，阿谭攀上车头，手持机关枪奋力反抗，甚具气势。他谈很久未有再敢拍枪战戏，也估不到这部戏火力如此强劲。他笑说，拍摄当天封了全条街，周围有好多途人围观，感觉好嗨。戏中大部分动作戏阿谭都亲身上阵拍摄，他表示不怕拍开枪戏，反而担心反应弹太强劲会弹到自己。虽然他已是一子一女之父，但拍戏绝不疼惜自己，更会亲身上阵拍摄动作戏。当然若应付不了的，他笑颜也不会顶硬上，免得失礼还影响了整部电影。阿谭曾演出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对他而言，角色不止中间两类。他说，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民英雄，洗碗的可以好挣，甚至好多平民都可以好挣，但电影题材未必能涵盖这么多。至于反贪是香港独有的题材，阿谭一想多拍反映社会真实一面的题材，希望可以贴地些。他说，